好的，欢迎回到 Guest 的看一期少一期的玩具评测视频。那么我们知道啊，万代到现在为止呢，是发行了非常多不同版本的骑士表盘，什么扭蛋啊、食玩啊、DX 啊、初回特点呐、杂志附赠特点呐。那么有这么多不同版本的骑士表盘，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？最值得入手的是哪一个版本？那么我今天呢，就来给大家